微笑啊，我们今天过来送年货，不是除夕过后才拜年吗？哎呀，除夕过后你张阿姨要出去走亲戚啊，今天送时间刚刚好。再说了，送完了咱们家也可以安心出去走亲戚啊，快走两步。哎呀，你给我微笑啊，保持微笑，听见没有？自己来好了，跟自己家一样，别客气。乖乖妈，嗯，乖乖好有本事，一个人在上海站住脚又做生意。你夫妻俩真是好有福气。您夸奖了。你看到底是姑娘啊，我们那儿子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次让他提前两天回来，他非说他心里离不开他，这会儿还堵在路上呢。我看啊是赶不上去吃晚饭了。还是女儿好。哎呀，儿子也好，说明他有事业啊，忙点多好啊。就是啊，哎呦，你看这关关啊，又懂事儿又体贴，哎，是不是转正了？嗯，涨工资了吧？嗯、真是本事。我呀，要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啊，真的要到普陀山啊去谢神仙呢。看您说的，说的没错吧？爸妈，趁着今天大家都在啊，又热闹。我想跟大家伙说个事儿，说吧，说。哎呦，我们家关关的事儿，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从小呢，大家伙看着他长大的啊，他什么脾气、什么秉性，你们都最清楚了啊。又内向，又腼腆啊，又害羞的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请各位亲戚啊，帮他看着点儿，有没有那个优秀点的好的男孩子，让他早点找个好男孩子。我这个年龄还小呢，我还不着急，到时候我自己看看就行。哎呦，关关，你已经不小了，现在的孩子见风就长的，你这样挑来挑去的，剩下好的就没几个了。就上回那个舒家吧，姓舒啊，舒展，有个叫舒展的一个孩子，特别特别好，那个男孩子很优秀的。我后来才知道啊，他跟关关从小是念的同一所小学呀，这就叫缘分。对对对对对，听见没有？缘分呐，嗯，人家是正经的从那个悉尼回来的 MBA。啊，进的是银行系统，对，跟你一样在上海工作啊，奶奶，这太好了。是啊，两个人在上海一块儿工作，那过年过节的回到家里还回的是同一个家，同一个地方，老乡啊。那我跟你爸爸不也放心了？哎呀，就认识几个新朋友啊，彼此都是上海的，以后也会照应的。这不是殿下神奇吗？这事都搞过了吗？相亲有什么不好？我跟你奶奶就是相亲结婚的，现在不都办好的吗？哎呦，这个真没有事情。我去吃饭洗手间。我们家小蚯蚓怎么那么容易高兴呀？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个就让给这位小姐了。世界就像巨大的夹娃娃机，我隔着玻璃，只想得到你。